Uncle，Uncle，Uncle， 哟 ，Uncle。为什么会特别选热狗的这首歌？其实因为我算是从小听热狗的歌，然后我本身喜欢非常街头文化的东西，所以就听他的歌。这时候那时候我们说要选歌的时候，我就听到这个歌词我还蛮喜欢的，而且又很直接，可以能够表达我是很久没有站上舞台的那种感觉。哦，很久没有站上舞台的心情，有用心特别选了这首歌。没错没错，那也一样要讲一下，这是自己就是没有团员在身旁，自己 solo 的第一次的表演。对，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团员在身旁 solo 的表演，而且也是第一次就是唱 rap 给大家听。什么？等等，除了团体之外的歌，就纯 rap 的东西。对，纯 rap 的东西，感觉如何？哇，超紧张的，看我也蛮头大。对，今天来的好奇怪，弹个吉他蛮头大，唱个 rap 也蛮头大。对啊，因为其实你不用做了，真的，你再怎么做都不会帅的。我想要主持也要蛮头大，让大家知道你快点做一下，然后再再祝福你生。没有，今天其实我觉得很开心的是，除了因为 Forever 四个人合体的演出，然后他们歌曲的类型跟表演的方式，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。然后但是，这次看到他们不一样，每个人各自演出氛围其实差蛮多的，一个情歌王，然后刚刚又一个很 hip hop 的一个饶舌的东西。最后。哇，只有在现场的九令紧张吗？有一点，因为其实这首歌蛮难驾驭的，但我会好好表现。所以等一下要带来的是带来萧敬腾的《以爱之名》。哇哦，不好唱哎。追求快乐的感受，不奢
来三位直接台前坐，台前坐，台前坐。先问你们，你们觉得九令唱怎么样？谢谢。哎呦，很有那个气势耶。对对，有一些小瑕疵啊，就是对，不会不会啦，有时候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。谢谢，我你哪有恭维啊你？因为今天最近我就是要来抢你的饭碗的。对不起，没关系，你以后跟他啊，怀秋就没有，他今天就没有来，你没有发现，拜托。只是刚刚唱的时候怎么样？因为最近在变天呢、啊，所以鼻子有点过敏。像你也是容易过敏，你也是容易过敏的，鼻音蛮重的，但刚有尽力了。好了，换你们了啦。Hi.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有什么话想要当面对他们说？你们应该有好一阵子没有看到他们，对不对？你平常不是很活泼吗？你们喜欢怎样类型的女生？这个题要好好回答，这里好好回答哦，好不好？那个团长先谈，我先回答是不是？好，谁啊？要跟他告白了，现在在这里。没有没有，我们现在想的就真的是大家好好奇哦，想这么多，口味很重。也喜欢跳舞的啊，然后小小只也会主持，也有出唱片，然后也可以很可爱啊。我没有要对号入座的意思。什么 ？Forever 竟然大方公开自己的感情状况，清月竟然在录音现场打告白，九令竟也忍不住向女神表示好感，这么八卦，广告回来马上揭晓。